爱我是上海的还是海南的？海南人，您是海南人嘛？对，没错。开玩笑，开玩笑。没错，没错。好，来，姐姐，很荣幸啊，对。高兴能够有一个机会来到现场，和大家同欢共乐。哎，我真的蛮适合啊！祝福的歌曲啊，对，祝福大家在新历年行好运，发大财，在狗年一路旺旺旺！哇，这一把旺季财气带回您家，今年肯定要一直废才是。是是是。没事就出来废几句。我家哎，都是。我真的很像我家里的狗嘞，很像大王嘞，哎，那个像我隔壁的那个母狗啊，那个有鬼派鬼派变强了，小心哦，有够有鬼派，我好惹，我有分的，我有分的，就是要最友善的，还是有恶意的？就如果你给我这个，给我钱了，给我吃的，我就，哎呦，如果你就啊给我红包，里面没有钱，我就。就吼你哦！啊，你看我把你把你背单都丢嘞！我就直接咬下去，我就直接当啊！真的很像狗哈！是，我一点狗样吗？好了，我们办这个宠物，其实王雷大哥跟你讲了，是哎，有讲到王，真的他很厉害，办这个。我衰不衰啊？叫你做完台了吧？哈，妈在早起就要给你做，你出国了。啊，是哦。明天早上坐8点的飞机啊！我去哪里？我啦，他啦，跟啊我王雷跟佩芬啊一起去。啊，你们去冰城？去冰城玩啦！啊，这飞掉没飞机，六掉就要到飞机，就五掉就要去来笑的佩芬乱 book 的飞机票。我都乱 book 飞机票，不飞掉，明天早起五掉就要去。我啦，今天他们 holiday 佩芬是来国际第一次 book 飞机票啦。佩芬在另外在浦东那边主持啊，王雷在啊。不给他逗我在阿摩 Q 啊，明天全部在张毅一起见面了。哦，真的。神经病的佩芬，真的是不是？哦，你们明天是去玩哦？去玩啊，去玩啊。明早去，明晚回吗？没有啦，明早去。因为我最近过年嘛，你们活动应该很多啊。是明早去，我们31号就回来，因为31号每个人还是有工作，所以大10点早上的。那10点早上我们去那边好像一天。31号哈，记得打包炒粿条回来哈。不是，我们好像去那边小一个便就再回来这样子，神经病哦。小一个便绝对不可能有王雷大哥的分，因为他小便是出了名很久的。因为我感觉讲配分，这查某应该是变强的嘛，对不对？他哪里时间他王雷今天没时间？哎，王八蛋了，明天我们坐8点的飞机哦。我讲，哎呦，真的哦。他讲，像我们几点要起来？我讲4点半起来洗身体先哦。不洗没人知道啦，也是允许你上飞机坐飞机，好不好？是啊。哇，累啊累啊。对对对。但是我们去。他们应该是争分夺秒的去那边玩啦。是。去旅游要睡觉的没？不是吧？要一路走啦。我跟你讲，很多人去旅游就是想去4天3夜回来，每个人好像哇，老李去一个月的旅行回来更加。累呀，我们真的，因为每个人出国就是觉得说，每个人的方式不一样。时间不够，我就爱去行啦，这样。可是我不能这样。等来时候哦，不会行，真的不会行了。对，我绝对不是这种人，所以我经常一个人去旅行就是这样，去玩一轮回来更累。是的，是的，好了啊，所以你从海南刚刚来嘛啊，刚刚坐飞机下来，刚刚来八年，已经嫁过来了，刚刚来到阿摩吉秋瓜，然后已经八年了，所以你从海南坐飞机来8年哦，我搞我不懂，哎呦，好聪明哦，坐飞机你也知道，我还以为你刚刚5点才到飞机上，没有啦。没有你那么嫁过来的啦，哎呦，这个嫁字你可以去掉啊，已经将想来的啦。OK 了，开玩笑。所以你有带海南歌吗？没有啦，没有。是啊，你这边有没有海南人？有海南人掌声来一下。天啊，没有没有，两个人。其实，在附近有我很多海南老乡。不是，时间已经很晚，他们都已经回家。刚刚我的姐妹还问我，你有没有过来我们这边唱歌？我说有，我唱10点10分的。但啊，我要带孩子回家睡觉了，太晚了。啊，也是海南姑娘，对，海南就住在这边。海南姑娘啊，不要在海南都没有人，都没有姑娘啦，嫁过来都给她咖了，我已经老娘了。海南老女人了哈。没有，但是你不要客气，不客气。OK， 你用海南话来跟大家问好，我听。阿哥阿姐，各位老板，你要当给杭州的不？弄叫到你哦，的不？你讲什么杭州白做？你讲什么？阿哥，你们牛，不懂什么牛？你不会听啊？不懂什么牛？你也是海南人嘞？我爸爸也不会啊。我父亲原谅你了，爸爸都不会，就原谅你了。对对对，都是我爸的错。那个土皮，每天学客家话。环境造就的，环境造就，连我家亲戚，新加坡亲戚，海南人都不，没事啦，不要伤心了，不要伤心。我们会吃海南鸡饭就好了。好了，不要紧了哈。所以你今天就不要唱海南歌，你唱什么歌？过年歌曲，
喜气洋洋，带给大家喜气洋洋，好好享受一下。来，我们的海南老扎波就哎呀，不是老扎波了，海南没有关系啊，我也见习惯了，没有人叫我扎波，碎了碎了，我不习惯，我等一下下去打他。啊，去，老师好。